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做自己的维密大秀嘛，做自己的翅膀，因为我听说今年的维密大秀不做了，然后我就心思，哎，不如我自己捅咕点，做点自己的东西。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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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明年的话就应该是几十个造型应该可以出来。这几十个造型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围绕着，翅膀的这种感觉来做的。其实翅膀这个寓意呢，它特别好。而且翅膀又有一种美的这种天使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想法，所以说我觉得做翅膀的话还是比较有这个视觉享受力的。